天早上哦，鱼台74北上哦，松竹匝道出口处哦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哦。经员警到达现场哦，发现现场有两名伤者倒于路旁，啊，该车已严重毁损哦。经初步查看监视器画面哦，该车为哦自撞车祸。两名伤者均送医，均已宣告死亡哦。初步检测有酒精反应哦。因员警到达现场时，两名伤者均已因冲击力倒卧于路旁哦。后续将持续追查，厘清该车由何人驾驶。